极具影响力的全球五十大餐厅名单今天揭晓，西班牙巴塞罗那餐厅被评选为全球最佳餐厅，在今年充满西班牙和拉丁美洲餐厅的榜单中独占鳌头。西班牙文享受之翼于2014年12月在巴塞罗那这个加泰罗尼亚城市中心的尼诺市场旁开业。全球五十个餐厅由英国餐厅杂志发起，称 Disfair 拥有深厚技术、原创思考和突破性风味。这家餐厅由三名出身斗牛犬餐厅的大厨经营，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传奇斗牛犬餐厅曾五度赢得全球五十大餐厅最高殊荣。在2002年名单首次推出时便荣登榜首，第二名为另一家西班牙餐馆阿三斗。这家餐厅位于巴塞克自治区城镇阿琼多，法国首都巴黎最昂贵的餐厅之一，则拿下了第三名。全球五十大餐厅名单于2002年推出后，迅速成为法国著名米其林指南外的另一项国际指标。全球五十大餐厅名单每年由来自全球27个地区超过1000名厨师、饮食作家及游历广泛的美食家投票选出。这两位餐厅皆为米其林三星餐厅，阿萨斗则为一星餐厅。西班牙和拉丁餐厅今年称霸名单前十名，其中马德里餐厅位居第四，秘鲁首都利马的马斗排在第五，墨西哥市的昆塔排名第七，第十名是位于阿根廷首都的丹鲁州里牛排馆。